Baby， 哎、欸，你穿这么帅，还背个背包，你要去哪里？去远足啊？没有啊，我要去。你看，这什么？仙草啊！今天要去签新车了。你要开旧仙草去签？对，为什么呢？我要体会一下旧的跟新的差在哪里。不然苦瓜妹说我都没有坐过别的车，要走了。这一趟出去花最多的钱。拜拜。拜拜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我们要去哪里交车？滨江街。不是上次那里啊？交车中心可能在滨江街吧。现在都统一在交车中心，应该是这样。他有留言过，为什么你不早上就问小师要不要吃早餐，喝个啤酒那样，就弄个啤酒回来这样。下次的，哎、欸，人家都说你们演得很好哎、欸。我那会演，我都是真实的啊，真实的冲头给。跟你讲，现在老板说要不要吃东西，不要，他怕到了，对他一定都是不要。他要不要喝可乐？可乐，他猜一下，哦呦呦，哦，有 Corona 就不能喝哈。要看这一片呐、啊。如果这一片呢、啊，大家没有努力的帮我们订阅或分享啊，应该就没有下一步了，就没有下一台新车。对，我就要慢慢的工作还债了。好啊嘛，不需要。我记得以前交车都直接在原本那间交哎、欸。啊，没有，现在分工比较细了，交车中心就交车中心，就只能交车。哦、啊，这个就很好开了、哦。旧的就很好开了，旧的。那新的退掉。新的是更好开。冷气很冷哎、欸。当然啊。仙草冰，等下新的都没那么冷。仙草冰，仙草冰，仙草冻，那样。我听的时候都有修仙草，所以一定是会使的。这命袂使乱好诶，食到四五十岁啊，第一个买着新车，太欢喜。交车中心，到啊。这家交交交，右边右边。好，我们交车中心看起来很像，好像拖车厂呢。对啊。好了，到了，这个就跟我们买中古车不一样的地方。今天买这一台来交是这一台，我们今天是看的是这一台，交的是另外一台，应该在那边。我看到了，前一点资料了，资料交一交再来交车，啊，车交就可以走了。中文名字对，还有一个是保养手册的这个，对，第一次是1000元，哦，第一次一个月，哦，然后再就是5000元半年。嗯，对，所以是1500这样子。哦，1500，我们就是5000。啊，第一次要费用吗？第一次就是免工资。免工资，对对。哦，免工资，对对对。我就检查就好了，什么都不要做。哦，没有啦，还是要换油，还是要换油，还是要换油，还是要换。所以1000就要换油了，是这样吗？对啊，还是5000再换1000，1000再是5000，再就是10000，再就是5000，各5000这样，对。一样，你看5000保养比较好，对啊。看一下什么可以加购的，加购的这个手踏板，那是阿提玛的。我开别轮，我这呢？我这1300块，真的？一块还是一组？应该一组啦，应该就是一块。吓我一跳！我看我们的公司也弄一些这个，放在那边，他自己挑。自己挑，啊，不然像隔壁那个加油站那个贩卖机一样。好了，我去弄一台啊，这样简单，至少一组。换卖机嘛，赚钱。因为有时候我们交车的时候，客人会问说：“哎，有没有手机架什么之类的？”其实我们都没有在卖。给他们加购这样。我跟你讲，到最后都送的。我也觉得。放在中控台了、欸。他们都有卖，你看钥匙的。还有卖钥匙套哎。对啊，直接就有了。这逛起来好像就是那个汽车百货。几台啊？就是这台，先检查一下，就是我们可以检查一下外观跟内装的这个部分，对，看一下有没有，然后等一下再跟你讲解车辆的功能。我会不要问他会被笑吗？请问是延期吗？
好啦，这样就 OK 了，等下进去再签个名就是你的，我都可以开走了。走啦，车是我们的，可以开走。耶、yeah, ，开新车。耶。完成了，请教几个问题啦。这个月你大概会交几台车？这个月的话，就是其实因为这台车刚上市没多久，我们现在都是要排车的状态，因为我们订单比较多啦。所以我们这个是第一批的，首批的嘛，首批的，首批的，我们要抢最要首批的。啊，有没有遇过什么比较刁难的客人？其实没有，因为我的客人其实人都蛮好的。不要就哦，因为机芯这个比较好教啦，都原机嘛，新的东西啊，要讲解给客人，让他清楚，就是车子的配备该有的功能，然后教会他使，帮客人做服务啦，就是以服务的性质为主，这是一定的。对啊，赶快要买车要快，不然现在被试光了就没了。找问小蔡，那我们要去哪里才找得到他？我都在那个台北的南港的旗舰店这样子。对啊，为什么没有女生呢？有啊，那么我说哦，你去为什么找一个男人买？还是你要看黑师傅？我跟你讲，小蔡也可以传给你们看，你敢看的话啦。如果你们想看的话，对啊，想看的话他也可以。想看的话就是对，他还是来找我订车，对，他就传给你看，尽量满足客人的需求。哇塞，你看现在多难做，卖车很辛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车成交，总共花了80几万。走了，上车我们去试车了，阿呆走走走。我个人觉得这个蛮适合哈，新手开的。这是玩电动玩具的。可是你真的，你叫我看这个，我还不太会看。我要先把我的战斗的姿势先调好，不然出去就 A 到了没有？马上扣钱，这一集可能要破百万了。好了，总要开出来了哦。哇，新车位，舒服。哎、欸，今天 keep 高张呢。其实我不在意他开说，他应该开了加油。大概先加好油哦。新车就给人家按喇叭。开包了啊！油箱在哪边？哎、欸，人家这个蛮先进，它没有，因为它是数位的。你看，它有个箭头，有没有看到？哇塞，第一次加油啊！刚19度，好冷哦，这样吹。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游览车的设计，可是这个最不会坏，你看对吧？角度都可以调，对吧？对，你看都可以转，还可以关掉，可以打开。你觉得加满多少？这个哦，这应该不会很大啦，如果是45的话，1200吧，1200。可是它已经到底再下去了，可能1300。1300，要不要赌？我原本想说1500哎，我帮你赌1500，我赌1300。那赌什么？等一下买饮料啊。好，买饮料。对，饮料而言，你不然你可以赌什么？啊，跳起来了，满了，满了啊！我赢了，我赢咖啡了，耶、yeah! 啊！到底是现在油太便宜，还是油箱太小？不晓得，这几公升我很难，我看一下。如果它发动是半桶油，我就输了。对啊，有在那里。满了啊，满了啊！加我，真的满了啦！有没有看到？不到1000块。你看我们交车还送满桶油，我们今天自己来买车竟然没有加满桶油。他讲也有道理啦。他说啊，新车不好意思开出来，尽量不要动到车，试一下跟车啊，定速啊。对啊。要去哪里？回宜兰好了。等一下求完数妈妈接单，全部都新的哎，你看得到全部都新的，而且这前座蛮大的，蛮舒服的。目前开起来就还蛮好开的，目前的还没有开快一点会怎样，还不知道。你说人家速度出来开100会不会飘啊？就像我开 Solo， 我觉得100是可以达到，110、120都可以到，可是那种速度就觉得好像已经到紧绷了。大卡车旁边过的车会摇哎，比较没有安全感。对。我要被你骗了，塞车怎么搞？塞车试不出来啊！就跟着前面的车，它是可以用距离最远。哎呀，测速度，我把它定到105，它现在就是跟着前面的车了，应该没错吧？我把它不要那么高了，就有点。你看我得发条，你看我的脚没有用哦。我已经没在踩了。对，我就跟着前面那个车。哦，所以你设100，可是它会自己依照前面的速度降低。他有讲啊，假设他前面那一台 K 笑有没有油门补下去，可能他120，我们就不会跟他，我们就以我们的速度在走。哦，超过我们的就不跟了。假设他超过100以上，我们就不会跟了。他现在前面有车突然他有感觉慢下来，对吧？又开始了。哦、因为我定的是最远的三个，蛮好玩的。那我先睡了啊。啊，这个有车道啊，这也没有车道为止哦。没有啊，那不能睡那。我没开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你没红雾照开的，
哎、欸，好像有呢。有吗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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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等下，等下啊，卡在路肩里了，上来。他防护罩是啥？自动刹停啊。好像是吧，我忘在哪里。他有在讲解。我看我都没在听呢。是说这老实讲的，如果你这个开起来再开车，真的比较不会累。可是你开到高雄啊，你跟应该以前可能就是体力，可能就是我比如说用八成，这个用了可能大概五成而已。你就跟着前面车走啊。对啊。你就不用那么的专注，就注意，就可能就稍微可以，比如拿饮料什么，你就不用那么的担心了、啊。你看这个都有盲点啊，没有左右都有盲点，应该那个距离都一样吧，没有变吧？那我把它缩短，我现在缩短了一个。他刹车嘞，他自己刹的、啊，我没有啊。我看我脚还在这边，没有，好像动了。有加速了，有没有？有，他自己加的。我脚没有用哦，不是我加的，你看我脚在那边。哎、欸，他加蛮快的呢、啊。他就跟着他，他不能跑掉啊。啊，你看冲了。哦，他会再去找下一台。不是下一台，我定100，他冲到100。哦，很快嘞，100了。哎、欸，超速了哦，他真的定到100了、啊，不会动了。哎、欸，还蛮好玩的。他看到了，他刹车了。哎，他刹车。不能脚离太远，那万一他刹不住，我的球了。他反应算很快、欸，对啊，算蛮快的。他踩的、欸，哎，刚刚是他踩的。我吓一跳，我吓到。我好，我一样不踩哦，我变车道而已哦。记得一件事啊，就万一你有踩到啊，就是干扰了，他就没办法有作动了。你不能要踩一下，哎、欸，奇怪，怎么不停呢？因为你把它解除掉了。好，这个是蛮重要的。你现在都没踩？我没踩啊，我很久没踩了，刚刚设定到现在还没有碰到过。哦，那这样很轻松哎，真的很轻松哎。我们继续开好了，再试一下好了，不要那么快回去。真的啦，你看我脚都没踩啊，你看我脚在这里啊，它速度还是一直走啊。脚还可以跳。对啊，你看。踢踏舞。对，过线没过线，它会踩刹车吗？哎、欸、会耶，他踩的，他踩的。好，我再过，好加速，你看哦、喔，我脚真的没踩哦、喔，有没有？哦，有啊、哦。那我在变外面。台湾的超车道在哪里？最歪车。最歪车。对，你看雨刷下去，它都是前面都可以看得到哎、欸。哎、欸欸，震动哎、欸。有嘞、欸。有嘞、欸。好，我速度慢一点，因为我刚刚在眼睛稍微瞄一下这个，它稍微偏掉了，它就咚。它会提醒你。啊，我现在也不会。好像它速度要够快吧。嘿、欸，没白胜嘞。哎、欸，行不行？刚刚盲点了。盲点了。反正只要有亮，你打方向灯，它一定会叫。你看，精彩来喽，切过来了，加速。哎，有啊。哎呦，啊，不能乱了，你旁边有老大啊，红斑马。红斑马。他现在开起来觉得怎么样？避震那些、啊。避震没有意义呢。这个车如果还有意义，你就要回去退车了。还好嘞，感觉上不会，还算还不错了，而且蛮的。我快冷死了。那你可以转高一点啊，它叫双区恒温的。对啊，你可以调那个你自己的温度啊。啊，你试完了？差不多了吧？我忘记了，这台有前速域吗？我想说我应该用不到，结果发现好蛮好玩的。ご覧の番組はチャオシー自動車。哇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哎、欸，你才欠车呀！用我哥的磁管，才欠车嘞，圆的出风口嘞。对啊。那我顶个看迄只变路的同款呢，啊，你敢走偌济啊啦？39啊，39，啊，即摆一公里是啊，减偌？100。我知。哈哈哈！欸、我刚刚推的都还好。哇、哦，新车位嘞，两起顶噶，两起顶噶啦。阿呆皮皮坐啊，会坐啊，真正会坐啊。你看我这边，你看22，一边26，你有啥话练啊？伊讲广告拢一边是南极，一边是北极。对啊，伊讲。我来讲，南极跟北极拢是练的，阿毛。哈还不错，你看盲点总无力，盲点，盲追撞，追撞，盲追撞，对哦，平把方向盘。哦，胖哦，新车这个味道就是迷人，迷人。哦，这荧幕这么大哦，哦，这蛮环境呢，环境啊，对啊，这外靠加装这一路蛮好。有啊，你比顶有，我们这嘛拢有啊。你有平把无？
无我，无你看哦 ，B 零个有平板啦 ，B 零个无平板，咱就平板。变路的才有平板，好不好？这是台湾变路的，所以是平板的。高低我是无调的，我嘛。哦，彩虹林啊，我们两花这团彩虹林，安尼啊。拜托的，无关机的，无电动椅啊。电动椅倒落就伤慢啊，真歹，紧胖就倒落哦。啊。我跟你讲，中一辆啊，算了，我到时候我再拍一集啊，好不好？现在妈的，先不要跟大家嫌太多，到时候再来嫌，好不好？今天就先到计程车为止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下集见，我们是把它实测，好不好？实测，实测，赞！新车，科比买新车，耶、yeah, ，回来了，刚试开的还不错了，到时候再专门试一集，专门试车的影片啊，分享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小师会自己试，我就不用试。刚开起来大概因为今天有塞车比较不准的，可是就是大概开起来感觉还算不错。喜欢的帮我记得要帮我订阅分享开小铃铛哦，好、哦、记得耶，拜拜。这么新不要进修理厂，坏兆头。你们觉得太复杂了？哎呦调啊嘞。对啊，还拍到调啊。弄掉不知道弄，咱试看。安尼袂弄掉。确定？看无你看那个车就多几个死角啊。认、哦。我常讲了，科技是辅助啦，不要太相信它。啊，阿呆，等一下上片了。今天就上片是不是？对啊，一个晚上就好了啊。啊，明天就可以卖了。卖了也是可以拍啊。对啊。哇，线条嘛没注意啊，你晓得。哇，我改物嘛弄物啊。啊，人家是肌肉嘛，肌肉比较多，我们肌肉比较少。啊。